你觉得你脸上哪一个部位最好看？脸上哦，我最喜欢我的眼睛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说我的眯眯眼看起来都笑眯眯的。哎，那小朋友呢？眼睛。啊，还有呢？嘴巴。哇，都好可爱哟。美好的时光来喽。大家等我一下啊！哇！哇！哇！三比五，四比八，三比七。麦伦，今天的猜谜是要考数学题吗？当然不是咯，我只是觉得我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还有耳朵实在是长得太好了，位置都没有跑掉，太完美啦！有谁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会乱跑啊？哪有这种事呢？你不相信啊？我们来试试看哦。首先呢，先把手伸出来，捏住你的鼻子；左手伸过来，捏住你右边的耳朵。哦，好了，再来呢。当我说换的时候，就把左手捏住鼻子，右手伸过来捏住左边的耳朵。好，预备备，换。啊，鼻子和耳朵跑掉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好好玩咯。当然咯，现在啊就要请小朋友把鼻子捏好，手穿过来捏住耳朵。好，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哦。嗯，大家都捏好咯。预备备，换。再换。再换。换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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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。哇，好神奇哦。好险，大家的眼睛、鼻子和耳朵都还在。既然都还在的话呢，就要仔细听题目喽。马上请船长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脖子，长长的脖子。长脖子，跳起舞来可以很美哦。来来。哎。小朋友好像都不知道答案呢，我就知道我聪明麦伦啊。哦，有小朋友说长颈鹿，我早就想好啊，你们会讲长颈鹿啦、天鹅之类的，通通都不对。我聪明麦伦出的题目哪有这么简单呢？哈哈哈哈。赶快再想想哦，是动物，是动物。哎，小朋友。有什么动物的脖子是长长的呢？你们很聪明哦，答案好多啊。那我聪明麦伦再偷偷的告诉你们，它不只是脖子很长，连跑步都是超级无敌快的呢。哎，脖子长，跑步又快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赶快想一想哦。先别着急，一起来看看第二个提示。好的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哇，翅膀，大大的翅膀。因为啊，这种动物它是有翅膀却不会飞的哦，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鸟哦。更好笑的是啊，这一种动物呢，它一旦遇到危险，就会把它头埋到土里，然后把屁股露在外面。哇，这么特别的大鸟，你们没有想到吧？小朋友，赶快想一想答案。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猜
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答案是什么？有答案吗？好像没有答案呢。没关系，那就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有长长的脖子，大大的翅膀，只会跑却不会飞的大鸟就是鸵鸟。哎呀，我们怎么没有想到？你们真的太厉害了！对呀，小朋友帮他们拍拍手。哇，麦伦，我们赢了！真是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全击胜利的号角。海盗们，是的，船长，还有更多的挑战等着你们呢。是，我们会继续努力。哇，麦伦，你好会出题哦。哇，那当然喽，因为我叫什么？聪明麦伦。真的很厉害，有你在真好。因为我三比六，四比七，四比八，比例好，头脑比例当然好，那么聪明是不是啊？好帅哦，你这里酸吗？Thank you.
睡觉，午夜的钟声就要响起来。小小的精灵偷偷飞到你身边，悄悄地念出它的魔法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，乖乖的小朋友，我要用我的魔法，让你长得高又壮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。提醒大家快睡觉，午夜的钟声就要响起来。小小的精灵偷偷飞到你身边，悄悄地念出它的魔法。圆圆的月亮提醒大家快睡觉，午夜的钟声就要响起来。小小的精灵偷偷飞到你身边，悄悄地念出它的魔法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，乖乖的小朋友，我要用我的魔法，让你长得高又壮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，乖乖的小朋友，我要用我的魔法，让你长得高又大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，乖乖的小朋友，我要用我的魔法，让你长得高又壮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，乖乖的小朋友，我要用我的魔法，让你长得高又大。今天的我有话要说，要介绍的呢是两幅有关小时候梦想的图画。西瓜哥哥，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？我小时候的梦想啊，是想要当一个可以在月球上面漫步的太空人。哦，你的梦想真的很特别。我小时候的梦想呢，是跟百翰小朋友一样，希望啊可以盖一个很可爱的房子哦。而且呢，百翰的图画里面呢，不只是有房子哦，房子旁边呢还有绿地，然后呢还有两棵树，最重要的是还有代表着天气很好的太阳，还有蓝天。在这幅画里面呢，百翰用了两种不同的画笔来作画，有彩色笔跟蜡笔，用这两种笔画出来的图呢，有一种不同的美感哦。百翰还说这个房子呢是特别呢要盖给他的爸爸还有妈妈的。百翰，你真的是一个乖巧又孝顺的小朋友哦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第二位小朋友新奇的梦想。悠悠们，悠悠们，向前冲！西瓜哥哥，你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啊？因为我啊，想要像新奇一样，当一个具有正义感的悠悠妹。原来如此，新奇呢，在图里面画了一个很可爱的悠悠妹。这个悠悠妹呢，很不一样哦，她的脸红红的，而且长得比旁边的树还要高。哇！长得比树还要高的悠悠妹一定很厉害，可以保护全世界。新奇，你的愿望好棒哦！那也希望新奇跟百岸的梦想都可以实现哦。我有话要说，快说快说。真漂亮，虎头山羊头山一起爬山最好玩，爬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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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爬到一半，肚子饿了肚子饿了怎么办？